权益，不能思考有钱还是帅的，帅的，帅的还是鸡鸡大的，鸡鸡大的，鸡鸡大的等次超可以接受吗？可以，鸡鸡大还是有钱的？有钱的就可以鸡鸡小，可以，钱的没，哇、，sorry， 啊，哦 ，sorry。救命啊！这是什么整蛊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贾娜。今天我带了一个辣妹，马来西亚辣妹，给你们看一下。Miko， Hello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ko。你怎么回来台湾？我来宣传我的写真。不是来找台湾的男生吗？宣传写真是幌子。对，找男朋友才是重点。但是单身，你是单身，我经纪人不在，对我单身。啊，如果他在，就要说什么？也是单身，也是单身。你们看他多么可怜。Miko 奇幻日记这个写真呢，我们在三个地方取景：香港、台湾还有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是不是比较保守？你拍这样会不会被骂？马来西亚的话，就是书局是不允许写真的。然后如果是有写真的活动，也不允许在户外太招摇的，所以我来台湾了。你的爸爸妈妈要看过吗？还没有，我自己本身呢还没有看过这本写真里面，所以是一个大的秘密。如果你们要看这个后面是什么声音，你会不会吓到？你带我来什么地方？其实我带你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这边有一个帅哥，台湾超帅的男人，要帮你按一些地方让你舒服，松一下，松一下，那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。等一下你也会哦。我们到了，来了没？不要拍。是帅哥吗？帅哥，帅哥还没到了，等一下会到。你看，已经有。我说我先坐在这里等他。你会不会怕？有一点点。你看那边有很多奇怪的东西，这个是怎么样？这个会红哎。哇，你看。哇，帅不帅？超帅！我看老师有一个问题，这个是怎么用？是放在大腿上？是，它是放在我们的那个肌肉上面，然后去放松肌肉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不好意思，我给你介绍错，我刚刚不小心。我刚才是有一点吓到，因为他是说哦，这个是要这样子，我就哈。会更大，有需要的话。好，我不打扰你们，我们现在给我们的马来西亚朋友体验看看。好，你会痛吗？啊，不，我会痛。我不会痛。通常是不会。你不要让我太痛。好，第一次都是会痛。那要不要脱衣服还是什么？哦，这样可以，其实可以直接啦。我先不打扰你们，你想开始，我等一下会跟你玩小游戏。OK， 直接来了。好，直接来。好 ，OK。哦，我很紧张哎。那你先告诉我，你有哪边比较不舒服？他说他没有男朋友的，对，那边很不舒服，心比较不舒服。哦，真的吗？你不是有奶胎吗？我有跟到，我有跟到。除了心之外，除了心之外，可能是腿，就是腰那里啊，会比较酸，对，还有肩膀。OK， 对，好，那我知道了，那我就交给我咯。马来西亚有普通的整骨， okay. 但是我看那个影片的话，好像没有到那么夸张，所以我有点怕，因为平常我泰式按摩的时候，他们不是有一个，对，其实我很怕。对对对，台湾的男生应该都很温柔，所以你是台湾男生，你也粗暴但温柔一点。好，不要丢台湾男生的脸，对，对我一下。那我先做个胸椎的延展，来，双手放脖子这边，对 ，OK， 好，来，头闭眼，来，手肘往内，来，放松，往后躺，嘴巴张开。哇！我错了，对不起，你会好吗？你会好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吓到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边很多声音。OK， 我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好好，安娜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还有下面一点。OK， 好了，来抱头，双手抱头。OK， 刚刚我们是上面一点的地方了，再来我们下面一点。不用，来头低一点，张开，往后躺。OK， 好，这就来了。这个就没有了。对，来手放下，来
代表第一个就是把胸椎整个拉开，还好吗？那么快？加上你之前不是也有做过？我做过。对啊，那你感觉？我觉得很怕，因为那个时候、就是、因为那是你第一次，声音很大、嗯，对啊，我就怕老师会让我坏掉。那你坏掉了？还没有，暂时。好，听到了。好，头低着哦，来，放轻松。哇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姿势？背拥抱，来，倒下来，头低着，头低，头低。头不要往后仰哦，哎，等一下，头低哦，哦，对，语言语言不通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很好笑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明明会听华语的，为什么我和你沟通不到？头低躺下来，啊，有没有感觉你刚刚一躺下来就卡一下？有有，那那个就是把你的腰拉开。OK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组织一下。目前你觉得怎么样？会好热哦，还是你脱衣服？好啊。来放松，你看了也会。我怕，对啊，我觉得，哇。你看一下你的心率，好像有点，已经有生命危险。好，来放松。我本来就是自己要走，然后觉得算了算了，带他走就好了。哦，哇，哦，喜欢吗？北派，北派，中。好，到第二个，直接躺下来。中头戏了吗？哦，是。对，躺下来，躺躺躺躺躺，不是躺。我实在受不了。没有没有，语言语言语言。这个是台湾温柔的男生，惨！我跟你说惨。床上卧着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为什么脸红了？因为跟我脸很近。跟你的别的地方很近，不是跟你的。救命啊！放松一下，来，再来帮你放松一下脖子哦。来，往左边转。好，来，那边，来，放松。哦，还要打你？哈？哈哈哈哈哈！自带。嗯。对，可以帮你。枯井。啊，枯井。什么是枯井？吊颈。你喜欢掐脖子吗？所以现在是要掐脖子，这是什么整骨？所以拉开了 ，OK， 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来投胎一下，来来，我又这个危险了，哦，还好吗？还好，刚才那个画面是没拍的，要不要再一次？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帮你，哦，第二次就习惯了。对, 对，因为太死了。喂，脖子现在就软软的，有对，就是对，我的脊椎被延展开来就放松。好，那就来来打开一点，打开一点，打开一点，对，来放松。啊，哦，还好吗？还好，就感觉到咔咔咔的。有。会这样，我很担心他。啊、哦，嗯，会痛吗？会，会痛一下下，一瞬间而已。对，换这边。啊哦，还好吗？还好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感觉快死掉了。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很痛这个。因为你骨盆歪很多，其实都做歪歪的。真的。对，所以你这样子骨盆这边翘起来，那这样会影响，其实会影响你的骨骼哦。对，会受到影响。对，所以坐要坐好。OK。我攻那边的问题。你开始有马来西亚腔了。太神了。侧睡眠下午。我会，我听得懂。
抬一下，你叫我投胎。医师你还好吗？对不起。来侧睡，侧睡好，来放松，深呼吸，好，来放轻松，我可以投胎了。你会不会后悔你来到台湾？我快死了啊！很大声。你平时都是很大声，还不错。米克，现在我们的游戏要开始，你还可以吗？可以。OK， 现在二选一，不能思考，有钱还是帅的？帅的。帅的还是鸡鸡大的？鸡鸡大的。鸡鸡大的，但是超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鸡鸡大还是有钱的？有钱的就可以鸡鸡小，可以。钱的没有时间陪你，还是很多时间陪你没钱？很多时间陪我。台湾男生还是马来西亚男生？台湾男生。为什么台湾男生？因为没有交往过，然后很温柔，不像你似的。我们的二选一结束了，但是现在要跟精彩的问题回答一下。OK， 来，可以接受男生有小孩吗？可以啊。可以接受 AA 制吗？可以啊。在写证书的时候最难忘的事情啊、sorry 泡温泉差点漏点被乳晕嘛，然后泡水然后不粘了，然后差点被拍掉。裙子是男的还是牛的？男的。结果 可以给他拿图啊。你觉得台湾男生、香港男生还是马来西亚男生的一个比较帅？嗯，香港男生。嗯，香港男生最帅，香港男生，那个爸爸，你要不要再来一次？台湾男生最帅，台湾男生最好，台湾男生最棒，送了。台湾男生可以回答得好，回答得好。那现在你拍新的写真集，台湾男生最好。我们的金钱完了，哪里可以买得到？怎么买？台湾的数据预购可以预购在这里，背靠奇幻日记哦，可怜的。你真的谢谢你带我见识台湾男生的温柔。谢谢大家，如果你们要寄杨康康这样的安慰，你们可以来这边，我会留这个地方，找帅的医生，他也可以帮你送一下，送一下，请你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爱你们，请你们帮你们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